在战斗背后有多少失望，还有多少被遗忘，默默的付出不是给谁看，英雄不过是一种遗憾。 I'll be there taking your life， 不会有任何意外，天光下我住在红色的沙漏，恐惧全覆盖，黑色取代英雄，我已经不对，这一刻我只是想要把所有的我不相信英雄没有毅力，这是生命的夜，难道是我真理，真理，真理到底是什么理，我是天天笑才能找回自己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兄弟，这玩意儿还在自我修复呢。对付高科技，就得用。警告！警告！警告！发现过热危险物质，需要尽快解决。看来你还有点用，居然给我送了把绝世兵器当聘礼。林杰，你为什么要掺和进来？下次又是欧阳家的人，我写的就是超欧阳家。你又不知道人家在哪儿？是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抢救伤员啊。我会替你报仇，救出董小姐的。啊！你们真要去啊？啊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欧阳家可是 C 区最强世家之一啊！再说几台机器人就能把金融联盟和十三烧成那样，万一他们派出机器大军，光靠我们几个能招架得住吗？我们真的要为了董小姐得罪他们吗？你怕了？难道你们不怕吗？我战臣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二字，我都快忘记害怕的感觉了。再说了，董小姐可是我们的朋友，怎么能见死不救？肌肉联盟和十三的血怎么能白流？可那是欧阳家啊。我们可是英雄，以打击罪恶为生，怎么能因为罪犯实力强大就认怂？说得好啊，真英雄不该向任何恶势力低头。来干嘛？我收到消息说董小姐出事了，就想说来帮师父你们的忙。这个可以用。所以你呢？大不了就是死，是英雄就该像灵那样英勇无惧。这才对嘛。不过也不怪你，毕竟那种大世家想报复我们的话简直易如反掌。嗯，就不说，我刚下的决心啊。好好好，不说了，还是说说怎么救人吧。搞定了，这就是欧阳家的内部结构图。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破解了八大家族的防御系统。没有啦，其实大功臣是豆豆了，不愧是做过脑开发实验的狗。
陷入狗、啊、这是欧阳家的宴会厅，明天晚上会在这里举行欧阳子浩和东小姐的订婚仪式。订婚仪式八成是为了平息欧阳瑞事件的恩怨吧。这些大家族最看重的就是面子，所以为了订婚仪式顺利，他们在婚前应该会竭力保障东小姐的安危。那婚后呢？东雪儿可不是谈判筹码，她是人呢。知道了，你冷静点。我还在这里听你说话，就证明我已经够冷静了。我们都知道你很强，但凡事都要考虑周全，就算能把人救出来之后呢？没考虑周全后面的事，结果就是十三肌肉联盟惨遭吊打，身负重伤，放开我。连东小姐也，这次为了救出东小姐，事后我们又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不先考虑清楚，最后还是要有人受伤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要是晚了就什么都救不到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作战计划。诗神，你带你的粉丝在欧阳家附近做活动，吸引他们的注意。反对扣押，反对扣押，还我东小姐，还我东小姐。宁杰、年庆，我们三个人从高墙进入，当然还需要你和豆豆破掉欧阳家的防御系统。嗯，没问题。怎么样，飞舞搞定。姐姐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？这是家族的决定啊。哦。小叶，你好啊。上官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早点见到你嘛。那就离那个混蛋远点。对了，反正还有时间，我们去吃点什么吧。嗯。哦。可我姐姐还在这儿啊。小燕你去吧，我一个人没问题的。可是好吧，你要敢欺负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哼。有话直说吧。都这时候了还傲着，那我就有话直说吧。那个叫林杰的男人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哼，火灵剑能做什么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宝剑配英雄。本来我是想跟他做笔交易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你养的狗又不老实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？是谁？难不成林杰来了？这群傻瓜，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？你就在这好好看看这群狗是怎么死的吧。林姐，求求你们别做傻事。那狗真不赖，居然真能破掉欧阳家的防御系统。你们别闹腾。你干嘛？当然是隐藏身份了。我连武器都换了。从哪儿搞的？法官报的。我怎么就没报过装备啊？谁？谁在那？小叶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我想问的。你谁啊？跟小叶在这种小树林里干嘛呢？眼镜。你们这是？你认识他们？不但认识，我们还很熟。小叶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就是表面好男人，暗地里这里交给你了。渣男，他们对任何女生都是一副温柔好男人的样子。就在这里，我去把守卫干掉。哎，慢着，比起电灯泡，我更想当英雄。你可以吗？哼，你是我兄弟，你为兄弟而战。什么人？啊大有有有大哈哈。不许动。
是永金。你干嘛带着脸谱啊？这样就没人认得出来了，反而更显眼了好吗？婚纱挺漂亮的嘛。走吧，战臣他们撑不了多久的。我不能走。腿好好的有什么不能走的？你继续躲在这儿就是死路一条啊。这不需要你管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你这女人真是烦，已经没时间了。我都说了我不走啊。我答应过家族不会再惹麻烦了，所以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又不是你什么人，这些怎么样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当然有关系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再说了，不能让肌肉联盟和十三白白牺牲吗？就因为这样你们才不敢来。他们的牺牲，那我的牺牲呢？我做这一切不就是希望不再有人因为我出事吗？凭什么？不会再有牺牲了。欧阳家可是西区最强的，惹怒了他们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只要是自己认可的正义，就拼了命去守护。相信我吧，不会再有人牺牲了。走吧。相片，所谓那些传